11月8日，有网友曝光胡歌现身北京机场的视频。视频中的他戴着黑色针织帽和墨镜，穿着褐色风衣，而视频中的胡歌看起来相当生气，右手指着某个拍摄他的人说道：再说一遍别拍了，还拍。其行为疑似在指责代拍，明星代拍给机场乘客、明星本人带来很大的困扰，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。非凡娱乐，时事。